主申请登记竞选同志座谈会，由主任委员纪律科主持。高雄市这次共有46位党内同志参加51项的登记，争取党内的提名。他们都是地方各界的才俊之士，平均年龄比往年轻，学历也比以往更高。纪主任委员在致辞的时候，特别希望参加登记的同志应该遵照规定，服从组织，基于为地方和民众服务的目的，静候党的提名。